天也是山，吼也是山，天山吼山，山吼山，山吼山。天山有个电道东，后山有个东道店，电道东里人是花，东道店里出身啊先。
我玩这一盘。什么玩这一盘？好，好，老总，请请请。玩这一盘吧，玩这一盘。对对对，拜拜。哎，老赵啊，你晓得这棋不空啊？还豆豆什么输赢不成？啊，豆豆输赢何妨呢？啊，该将活物都在上面。啊，该将活物都在上面。活物都在上面。我上山游山玩酒，就带着这五两银子打在上边，我老总我玩这一盘。老总，嗯，你看我上山游山玩酒，就带着五两银子打在上边，你我二人玩这一盘。哎，你是五两，上不下拼的，我也是五两团。哎呦，看我五两银子。好，哎，好银子了，放在盘里。爹家啊啊，请来沾水，沾水。嗯，哦，我就是红旗。哎，哎呀，赵家头白鬼王出世，他现在是贪水之头。你是红旗，上不下，听到我就是武旗了。老赵，你可晓得红旗高三多，黑旗也不弱。迈开巨马跑，平地喊。Thank you.
这当这个石头，哎，石头拿出来。这家，嗯，你我再玩一盘啊，老道啊，只管讲说，我上山游山玩景，只有带了五两银子，比你允许给拿什么斗头石英。这家，嗯，你就该歇一催会才是。行一催会。有两，我不免将我的包裹送到咱家他处，押上五两银子，我和老头完毕。老头，嗯啊，这包裹送到咱家的是押上五两银子。哎呀，这不值五两银子啊？那不过是个技术，哎，你卖我就不成吗？妥，收了包裹隧道，给他五两银子。快一点，掏银子，掏银子。够五两银子？哎，够五两银子。老张，来，搭在上边，一会儿再玩的。好，徒儿，看过五两银子。啊，好，放在盘里边。放在盘里。拜拜。包裹送到咱家的时候，拿了五两银子，又比你赢去跟那什么斗头石英。这家，嗯，你可晓得这龙道有罪？这虎道有三。但不知这个老道是九字华山还是丑字华山？九字华山没有说起，若是丑字华山，我就说这华山是我的，我就卖给他了。老道，嗯，我来问你啊，你是九字华山还是丑字华山？谁当我是九啊？我是丑字华山。哎，姐姐。我把你杀了年纪比了纸啊，我身家三载知道了，你不能头顶上盘几满花山，石鬼被把腿残，迎上三载才是反道了，谁就把我的银子赢去，都不认了啊，太胆大了。三子啊，嗯，你可知道这不知者还不为罪呀、啊、什么不知者不为罪呀、啊、不知者不为罪啊、哦、不知者就莫罪了。坐了坐了。
他我这伞好着不好？哎呀，都是一座好伞呀。你爱我们村家子人最爱的是伞长野过、啊、好，爱人你们把它卖上。你家不卖，你家若卖，凭着我一定得要卖。你一定得要卖啊？一定要卖。好，就卖给你了。好，那你要多少银？哎，要多少银？妈妈、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这三五斤两宝物价，我该给老道要多少啊？咦、哎，这，哎，我看他老眼红花，口齿不正。我讲话中间那个字花乱动，我吸他的口气大话。老道，嗯，你要卖我这个伞啊？给我这，哎，三两，这五两，哎，啊，舅舅、啊，你看，凭着我老眼昏花，口齿不清，你就明言了吧？明言了，嗯，你要卖啊，就给我这五两啊。五十两不懂、哎、啊，五十两。你这伞有什么精致？我先要下五十两。哈，老道、嗯、这伞有精啊？精在哪里呀、啊？你看，我房大的石头不是精吗？哎呀，石头怎么都成了精了？伞、啊、无十二花不成精啊！好一个伞无十二不成精！卖给你了。哎靠银子，快！靠银子，快！亲家，你还得给我写一文约才是啊！写一文约？嗯，俺没给你了，就是了，还写什么？哎，你不写一文约，这后世人等怎样知晓啊？哎呀，这太麻烦了，我。你怎么样？我不卖了。你不卖了，贫道我也就不卖了，徒儿。哎，慢着。王叔。嗯好好好，就给你立个文约，但是一件，那一件？世间哪来笔梅之言啊？我此道友，你是冤侣，开锅！笔梅之言。哎呀，这是冤侣啊！啊！这家，请来动笔。老赵，你请。嗯，你请。说你总计叫我给你拉粮不成？来，这家啊，
你看陪的我今天走这山，明天过那岭，难道就走华山我与你拿粮草不行啊？那太不公道了，那怎么经过给你拿粮？哎，你还是将粮草写在上面。不卖了。你不卖了？不卖了。哎，你不卖了，我也就不卖了。卖车。哎呀，老左，我看你今天把我给误了。哎，你好，还是先生，我给你去。啊，你好，谢谢。你看套银子套的好急嘛，别急，套不出来银子快。俊家啊，他这还不妥啊？还有什么不妥的事？你将紫叶羽毛围成盖上，哈哈，老道你还是个厉害啊。好，我给你盖上紫叶，看着今天把我摆铺快回来，快快套银子，快快！老爷磕头，徒儿哟，看我五十两银子。五十两，这是五十两。五十两，老头，嗯，这五十两银子来，打在上边再玩这一盘。哎呀，我有那大的斗头啊！我是家潘大柱，听到我是县名潘君子。对，县名潘君子。看我五十两银子，啊，这老赵的银子多的很啊！五十两，五十两，放在旁边。老赵，拜拜。就不喝点水吗？哎，那是个烂气筒收银子。贱人！我再看，妈妈。啊，我再看是了没有？哎，这期没有事，没有事。这也没有得事。你看嘛，啊，这将军没吃成啊。那将军吃成不干活事。啊，他难道说就？心不在干嘛？别看了，你死了，你死了。嗨，来也来不过，死了哪去？哎，姐姐，高兴。嗯，你我今天玩了三盘，
你竟然死了三盘，你把吉时刻成吉祥。自古晚期谁还古地上记其事？哎，贫道我倒也记得。什么其事？这第一盘白公袍，哦，这第二盘这猎马驹，哦，这第三盘黑松林暗藏秘密，山门子弟扁大摇旗，老周嵩山高吊骡子。军家，嗯，你把吉时了，你把吉时可要记下。哦，刚才老头言道，他头一盘给我试了个白公袍，第二盘试了个猎马驹，第三盘叫什么黑松林暗藏秘密，山门子弟扁大摇旗，小周嵩山高吊骡子。他老道讲的银子银去，一在我这话哈起海口来了。我看三个黄鸡院发都在面前，四个娘赶咱儿就是他弟。老道讲起来对的，这什么头一盘白公袍，第二盘猎马驹，第三盘黑松林暗藏秘密，山门子弟扁大摇旗，小周嵩山高吊骡子。你看三个黄鸡院发都在面前，我死了。反正我是夸下海口了。啊，对家竟然个死逃了。谁逃了？啊，头儿哟，看过保国孙的，叫他下山去吧。哪来都不要。你可认识这？这是我的，我的人不带吗？你死了？谁说的？啊，谁使给你？哼。这个老道太不像话了，啊！说什么头一盘还给我试了个白公袍，二一盘还试了个猎马，这三一盘黑松林暗藏秘密，山门子弟扁大摇旗，什么小卒还走散，一个高叫骡子，哼！去阎王堂得罪了老道，上前赔个小脸，我就下山去了。老道，别闹！啊！老道，刚才啊去阎王堂得罪了老道。我给你赔个小脸，来来来，你我再空完一盘，空完一盘，怎样神奇三？嗯，来得把你看。啊，我的
了你儿在外边一盘吧啊，来来来，下去南京的下大不成啊，啊你来找啥？你讲椅子与我未曾协商，讲椅子未曾协商，要我给你写椅子不难，给我千两黄金，卖三才五十两，签椅子可这么要下一千两。哎，我这椅子值千金。哎呀，赵家头被君王指使，他先是贪财之头。老大来来来，水起一口把这花伞变为金伞，看他能拿多少。呀呀，可以以啥事情说这么成了金山呀？哎呀，早知是金山我就不该卖给他啊。我给你反悔。不会不会，老总你干啥了吗？我下了南京的下大不成，像我们村家之人要这文有何用，我不免水气以后别再传真言下。这下你把哪位想看牙牙生气一口，将这文员压在了船身眼前，飘来飘去，如同胶飘胶下的一般。哎呀，外人曾说，华山顶上有一陈山老祖，是不是他带我上前问过？啊，老道，嗯，华山顶上有一人，你可曾知晓？啊，有名的简直。无名的我便不晓啊，就是陈禅老祖，人都说他是带我神仙啊。仙子龙。